我油拢摕转来，啊，即摆伫楼骹当在落，当在落来，嘿，当在落去。啊，是讲你诶进前吼，是摕200万换做定金吼，啊，即摆拢总爱500万呢，后手300万，啊，手煞切切诶。啊，阮头家无伫咧呢，无啊，是讲，咱讲实在啦，真正即款招数话，敢真正会赚？哎呦，偌好赚嘞！我若即款来招数一工哦，叫我食了一世人嘞。你无听人一句俗语咧讲，讲做马无食险草未肥，人无惊暗路未富。哦，啊那那安尼，我投资500万，就会当赚偌济？上少我咧算算啊，像我赚咧差5000万。啊，五千万的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哦，你先遐回家落落落去仓库，啊，等阮头家来一包，我先叫伊切票。哦，啊，你落去有影呢？哎，唔通讲安，我货已经摕转来，啊，你怎么买看这唔花，安尼袂用哩呢？袂啦，当我公司这大间，你开间你会走你300万。哎呀，安尼无，会记得哦，嘿，你头家等下先给伊切好啊。好啦。
百万会当赚了五千万，这下我就富婆咯。哎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打电话讲什么有要紧的代志哦？哦，无什么要紧啦，啊，都关系到刚海迄件代志啊。超叔，哎，莫啦，迄危险啦，而且听着吼，做遮重呢。当然，你进前出国去啊，啊我已经欠200万的定金给伊，啊人即马汇拢送来仓库啊，要后手还佫300万的汇款啦。招数好赚是好赚，讲真，迄危险啦。头家啊，你无听人讲哦，马无食险草袂肥，人无行险路袂富。这句我是知啦，但是咱做生意吼，实实在在较好啦。啊，你毋无想看卖你家己甚物身份？你才一个秘书尔，即款的代志你也敢做决定？秘书，逐摆都叫秘书，你敢袂用你一摆我秘名哟？啊，无我是跟你斗阵过呀。阿母呀吼，好啦，无等你都已经存款给人啊。我这吼，其实我早都拢开起来啦。这原来好赚，这还佫有300万滴。你讲过啊？都有讲海，甚物人是你讲到？结果，结果较紧济，讲。迄两个拢死啊！不，我唔是哦。听我跟你讲哦，那接头的人是伊出钱，是我无唔对，但接头的人伊我唔知影代志哦。不，伊这是有钱的，我听我存。哪个？是。走，来警察局。杜江凯啊，啊你唔是讲哦，啥物马无食，险草未肥，人无惊险路未富，安怎变到安尼？即摆俗语拢改啊。改啥物啊？改看作人若要想冒险，会常常去拄到人险。